因为金鱼了，大人不给儿子还想走老账。我去洗菜去。肥得很啊，姐姐。你又蛋蛋蛋。姐姐，我打人喂了，我打完不行，你要骗哦，很快的。好。那儿光你打了好久没摸，每回我都弄个灯。就弄我这嘛，这是你的拿手招牌噻。嗯。二天这个碗底的都要没得了。你看也没鱼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。来，先把金蛋抽了。怎么没有？我洗过了。马上。好看。火烧掉不？烧嘛，做老酸菜，黄金干啥的？
搅汤。红椒酱有吗？好的。你吃完了，我来扒扒。陈大姐，你不正宗的罗记小客喽。就是罗记小客。煮好一下就这个，要得了。等一下嘛，等它开了好不好？妈妈。哎，今天还盆煮好了的。哎，丫儿要吃鱼吧？妈妈烫的鱼，鱼皮儿薄得很。我不要。不要我吃喽。啊。和你说，还没说，多了点。哎呦，这么孤单。天气冷了，就吃几下热乎。你是弄个冰棍啊，快再吃噻。我在烤干肉，小妹儿吧。金针菇，没有法吃了，我加酱啊。哎哎哎！二十。那你不辣调料吗？